想要这个。也就你们小女生喜欢这个。怎么样，可爱吗？哎，我们是一对的。那给你拿个一样的啊，你可别不带，不然别人还以为我们孤立你。哎，现在行了吧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你看，你干嘛跟我戴一样的？谁跟你戴一样的了？还不是。还不是我脑袋太大了，正好苏在在的偏大，就换了一下呗。说好的漫画书啊。嗯，一定。哇，好久没来游乐园了，我要玩那个。我喜欢你像风的温度，温柔的缓缓的轻抚我攒下的所有小幸福，看着后座的夕阳，因你也被刺痛。哎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所有对美好的向往。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，大摆锤都做了三遍了，我双脚再也不离开地面了。我再也不做这么刺激的项目。票不能浪费啊，怎么都坐下了不考虑去摩天轮指挥票价？再再赚回票价这种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我也不行了，我们在这吹吹风挺好的。那张东让呢，你去吗？可以。哇，好好看啊。许个愿吧。许愿？电视剧里不都说摩天轮到了最高的地方许愿最有可能被实现吗？我没有什么愿望。那我许两个。我呢也不希望什么突然变聪明中彩票之类的，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。第一个，希望刚刚过去的考试我们都能取得一个好成绩。第二个，希望让荣多笑笑，我发现他笑起来有小梨窝，可好看。让让，你笑了对不对？我没有。明明就有。